一个花车出动，整条北港老街从制高点来看，挤得水泄不通。民众夹道欢迎，盛大场面比过年还热闹。 花车上灯光投射特效喷烟，车上真人一格，抛出了糖果、饼干和娃娃等平安小物，但途中竟然还有人丢出飞天拖把，放慢动作，拖把丢向人群，幸好有人快手抢下，厉害结缘品，甚至有垃圾桶，还有折叠椅。更妙的是，连蔬菜、小黄瓜都出笼，还有白菜。 啊，还有白菜，那你们捡到是小黄瓜？对，捡到小黄瓜。哦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，难怪沿路有人拿伞，甚至连渔网都来了，就为了抢平安小物。一年一度北港妈祖绕境，庙方出估起码涌入30万人，沿路炸炮迎神，炮声隆隆，响彻云霄。 越炸越有福，还有人从新竹专程远道而来，就为了一睹北港妈的炸炮威力。炮堆炸叫，这一年一度民俗场面令人震撼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 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